对了，这一节是微分方程哦，有够难的啦！你有没有帮我解一下？什么 and 等于 limit 乘以 delta x 分之 f of x 加 delta x 减到 f of x？ 不会啊！喂，是阿明吗？你家那个今年学测考得如何？